来参加我们的遗珠之赛。你知道自己在票选遗珠的时候，得到非常的高票吗？嗯，还好啦，对，就是大家不嫌弃。所以今天来参加，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？嗯，就是我其实把《成语典》看了三遍，那除非是有意外啦，不然就是应该可以的话，希望老天帮忙，临时抱个狗脚。所以如果拿到10万块，有什么想要怎么运用它？拿到10万块，上次拿到10万块，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帮自己买一个什么名牌什么的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我觉得我肩负到整个就是学校，因为我们学校是属于比较偏远的地区。这次如果有顺利拿到10万块的话，我要把它全部捐给我们学校弱势的学生，让这些学生有书读、有饭、有营养午餐、有饭可以吃。所以老师，这上次其实你在网上面啊、新闻上的讨论度蛮高的，有没有多了非常多追求者？嗯，就是还好，我觉得那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跟一个恭维，那我也在这边很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会表现更好，不负众望，谢谢。所以老师现在有追求者吗？结婚了，老师已经结婚了，等等，好吧。嗯，那是可能没有办法播，因为怕太多人心碎。那听说今天有很多你的学生们来替你加油，是，有替老师做什么加油打气的事吗？1、2、3，李秋贤 ，fighting！ 对。